生日大片拍摄其实还蛮感谢公司可以给我一个这个机会来拍摄生日大片的，因为我很少去拍一些写真啊什么的，然后其实也是第一次是用一天的时间然后为我自己去拍摄一些写真，然后里面的衣服和风格都是每一套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风格，然后其中有我最喜欢的那个复古风，然后还有根据我个人的特色，我特长是舞蹈嘛，然后也会根据自己的特长去拍了一套芭蕾风的大片，所以说请大家敬请期待。最喜欢哪一套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就是带着网纱的那一套，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拍，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给我的一个那个图片啊还有大致的样式，然后个人来说是非常喜欢这种复古的感觉，对，然后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想，一直想要拍个复古风的写真。其实我在没入团之前我从来都不过生日的，因为我原来过生日都是就是我原来是在学校住校，所以说基本上我生日那天可能就是在上课，就是大家可能会一起说祝超越生日快乐，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自从过生日是我进团以后开始过生日，就觉得哇，过生日还可以这么丰富多彩，还要自己表演一些才艺和节目，我觉得哇好厉害哦。所以说其实那个进团以后就是感受大家就是各位粉丝啊，然后还有成员啊帮我过生日，其实还挺开心的。虽然每次准备节目我真的是头很痛，但是就是也算是回报这一年来就是对那个粉丝的支持的一个感谢吧。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其实怎么说呢，就希望成员所有的成员和粉丝能开心快乐健康，这就是对我最好的一个礼物。想对粉丝们说的话，就是感谢粉丝这一年以来对我的支持，然后也感谢现在还一直支持着我的粉丝，虽然我今年一年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没有做到很完美，也感谢大家就是对我的怎么说呢，就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然后还有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就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也希望这回生日公演大家能看得开心。